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马桶的逗比狗生。我们这两天呢，在直播间带那个宠物用品的时候，大小伙伴们都特别给力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答谢送礼品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直播间送什么呢？马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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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马桶送出去。好，不闹了，不送马桶，不送，不送马桶了哈。送的马桶还不是送我呢？送的马桶还不是送我呢。接下来三天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抽礼品，好不好？抽什么呢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够不够？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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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够。哎，够不够？不够。够不够？不够。够不够？不够。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直播间呢会抽这么多东西。我们的抽奖的模式呢是这样子的。就是说凡是在直播间下单的小伙伴们呢，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发一个口令，然后我们截图最上面的小伙伴呢就可以中我们一份礼品。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啥。有几份是狗狗的明信片，马桶小飞小黄他们的写真特别漂亮啊，特别漂亮，一份里面是二十张。还有个礼品是这个猫梳，大家看，按摩梳，这个梳子梳起来特别舒服，既能梳毛还不伤皮肤，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礼品啊。还有猫砂，还有给大家准备的猫砂，还有猫猫的沐浴露也给大家抽，好不好？猫猫的沐浴露也给大家抽。还有这个猫碗给大家看一下，猫碗精致的，给大家抽两个猫碗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很精致的猫碗，是能够定量护食的，定量护食的猫碗。而且这个高度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材质，看到没？嗯，特别好。看到没？三层分离的那个猫碗给大家准备的啊，这个也是要送给大家的，但是只有说在直播间下单的小伙伴们才有抽奖的机会哦。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三天，就是10号、11号、12号三天直播间，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不要忘了进我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哟。还有这个挖耳勺，这个挖耳勺呢特别舒服，跟给狗狗猫猫掏耳朵的话就是按摩级别的挖耳勺啊，这个也是给大家准备的，好吧。对了，刚才还有两个礼品给大家漏了，一个是猫抓板，还有一个是这个逗猫棒，逗猫棒在那儿，逗猫棒，来，逗猫棒、猫抓板都是很不错的东西啊，都是大牌子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还有两袋这个猫砂，还有其他东西，这些呢都是给大家准备的礼品，直播间里送。另外呢，还给大家准备了几份零食大礼包，零食在我这个视频下方晒自己家的萌宠，就是现在这个视频，对，是吧？就是现在我这个视频，现在我这个视频，大家在下方晒萌宠的照片，然后集赞最多的。那还能得到一份价值300多块钱的宠物零食大礼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马总的逗比狗生直播间不见不散。我们15号把大家的信息汇总完毕，给大家发礼品，好吧？